各位行，即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好早。我叫连修贤哈，拄啊先。甲你介绍一下，拄啊，咱一个小姐伫遐问讲，我看起来敢若二三十岁吼，足今日安尼早起安尼听着这足欢喜的吼。我伫要五十啊，阮查某囝吼已经读大学三年啊，嘿，大学三年级啊，嘿，在花莲念东华大学，嘿。啊，我因为我已经食素食十几年啊，嘿，迄有差嘿。哈哈要均衡，嘿。这个前几期的那个。前几期的迄上课会使去看哦，迄内底拢有食讲，安尼食素吼，会愈食愈健康，愈食愈少年吼。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哈，我们今天上的课题是什么？咱的题目是啥？刚有看到，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哈。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题目？然后我要怎么跟各位分享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哈？我告诉各位啊，我因为。因为你台北上课吼，北京话讲惯势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吼，迄葫芦话讲讲了就转去北京话吼，歹势吼啊。咱在座敢有听无葫芦话？有无？好，有人听无？有没有人听不懂那个台语的？好，有哈，这样我就可以讲那个北京话哈，比较不会内疚哈。因为我们在这里哈，尽量拢爱讲葫芦话。我们的教务长有特别指示说，尽量爱讲葫芦话。啊，不过已经。别代班哈，因为我是在做教育训练的啦哈，然后做教育训练二十几年了，啊，在台北跟学生上课，在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哈上课都是讲北京话，突然要用台语哈从头讲到尾，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困难哈，所以这是人的习惯嘛。我们今天谈到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就从这里开始。其实我们每个人哈都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去展现的能力，其实每个人哈都有无限的潜能。但是为什么人会被限制住？因为习惯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今天如果有一条那个我们女孩子会打毛线，男生也会打毛线的举手，会要做毛线衣啊，好围巾啊，会打毛线的举手。见人不人，打毛线是不是就一根一根的绳子，对不对哈？然后越打越打，它是不是就会像一件衣服啊？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绳子。好，一直绕，是不是变成一个毛线球？一根细细的那个毛线绳，哈，很容易一拉就断了，对不对？那毛线球，哈，猫最喜欢玩。毛线球如果很厚一个，哈，然后你又把它浸到水，那毛线球去打你会不会痛？会呢。你想想看哦，刚开始我们从小生出来，好像后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刚开始一张白纸，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形塑。啊，他要怎么样去雕？看北部阿诺嘎嘎，父母亲怎么教？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开始有自己的习惯。所以有一本书哈，我们以前在做小朋友的教育哈，有一本书叫做《三岁天使魔鬼心》。三岁囡仔呢，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像天使一样这么可爱？为什么会有魔鬼心？你有看过嘿三岁囡仔哈？你带去百货公司，你带到百货公司，他看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不会离开。他就会怎么样，歇斯底里在地上给你那个哭闹，叫你一定要买给他，你不买给他，他就打死不走。怎么办？台湾的父母亲，你们会怎么办？丢脸嘛，他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丢脸嘛，赶快买了，买了赶快走。在德国哈，他们不一样的训练，德国的家长都有一个共识，他们的家长全部都有一个共识，如果小朋友到三岁的时候，他们开始会让他去接触外面的事情，他们开始会想要一些东西。
我想要的时候哈，我想要跟我可以拥有是不一样的。当他想要的时候哈，那个父母亲就会告诉他，这个你不能要，你不能要哈。他们跟台湾的小朋友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要嘛。小朋友很单纯，我要我就是会用方法，所以他们就会歇斯底里在那边又哭又闹。那德国的父母亲，包括德国的店员哈，他们都已经讲好了，他们会当作哈他是空气。所有的人都不会去理那个小朋友，就让他在那边哭闹，看他可以哭闹多久。啊，德国的小朋友，他们第一次觉得哭闹没有效，要不到东西；第二次再来又没有效，他们第三次他们就不会做了。小朋友比我们聪明很多，所以德国的家长他们的教育都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德国的小朋友四岁以后去逛百货公司，不会有人在那边哭闹，在那边歇斯底里。那台湾你会常常看到，因为父母亲妥协一次，妥协第二次，如果他等一下跟你要一颗钻石，哎，你买不起呀、啊。他看到那钻石亮晶，好像玻璃珠一样，一颗二三十万，你就让他这边歇斯底里哭闹吗？所以小时候的习惯，为什么叫三岁定八十？三岁，你到八十岁，你的个性拢同款。所以咱常常听到人讲，西人个性，西人个性。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告诉各位哈，接下来我就会告诉各位，下面有一个叫西人个性，我们自己怎么去改变？你要相信哦，你相不相信？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哈？只要努力嘛。我们常常在讲嘛，人家说那个今天我看到有师傅在这边哈，花开见性啊哈，然后这个只要你这样很认真、很单纯的一直相信，不断的啊，很认真的去该念的哈、该做的功课都会做，有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领悟，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体验，因为你相信嘛，相信你就会看到嘛。所以你相信，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你们相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相信，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句话很矛盾？很冲突，很矛盾。为什么？人从小时候出生以后啊，这是我的专长啊。我们从出生以后开始，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就录进去了。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全部录进去，然后录到后来，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脑袋常常会打架？其实你的脑海里面哦，你常常在踩油门，你希望哈、上高速公路，你从台北一路开到高雄，希望都可以踩油门，对不对？最好不要踩刹车，对不对？一路顺畅，对不对？可是你遇到前面有车，要不要踩刹车？要。啊，通常哈、因为你脑海中录进去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大堆，所以你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你的人脑在运作的时候，常常会踩油门又踩刹车。而且是没有车子的时候，啊，你如果在高速公路时速100，你脑袋跑得很好，跑得很顺的时候，你突然踩油门又踩刹车会怎么样？你想象一下哈，你在高速公路时速100，你油门踩着，突然给它刹车踩着，油门还是踩着，你会怎么办？车子会失控，对不对？对，有可能会翻车，有可能会倒下去。这就是人脑在运作哈。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你的人生哦，有的时候都很顺畅无阻。小弟弟说嘛，三年几元后判教轮嘛，齁、三年几元后判教轮，所以哦，可能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刚好遇到我运气好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所以呢，我的人生现在很顺，这几年就很顺。啊，我遇到我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人生就不顺了。那到底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顺畅无阻？那我的人生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会挚爱难行？你从小，包括我一样哈，我祖细汉。好，我，中华民国差不多，台湾当局那时候我是大概六十三年，好，1974年，我读国小一年级。1974年，我去念国小一年级，我一进国小一年级，我很震撼呢，因为哈，我祖细汉，跟阮爸爸拢讲好罗话，跟阮阿公拢讲好罗话，突然去到学校，老师告诉你，你不能讲好罗话。你讲喉咙要罚钱，好，我不知道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时候哈，一讲一句喉咙尾，讲一句台语就要罚，好，有的时候1块钱、5块钱、10块钱都有，嘿，然后你就会发觉不敢跟爸妈讲，因为爸妈他们也会不太能够了解。那讲喉咙尾要罚钱，这里下面监护，好，他们当然表面上他们不会去跟老师反抗，那时候老师很权威的，可是私底下都会碎碎念嘛，因为好不容易赚钱，然后一天到晚就要缴罚款，那你怎么能够改变？我从出生一直到念国小一年级，跟我妈妈、跟我爸爸都讲喉咙喂。你一下叫我到那个国小要去讲北京话，我连听都很困难了，还叫我讲。
当然吼，直接甲直接买讲，老师我要变数啊，我罚钱啊嘿。啊，老师我哎、欸，只要我出现吼，只要是我哈，就会罚钱。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哦，那是一个很困难熬的。那国小，我们那时候念国小真的很特别，很困难熬的一个过程，一直念到二年级都还被罚钱，一直到三年级才慢慢改善嘿，因为被罚太多钱了，所以你会慢慢改善，因为不得已嘛。你罚钱哈，到后来哈，父母亲也会这样子啊。你如果被罚钱，他们会心疼嘛，就会打你嘛。你再讲，你再讲那个在学校再讲那个台语哈，我就打你嘿。你就会被这样子皮鞭，被教育，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习惯讲北京话。那都是习惯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受的教育，我都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都还要唱那个什么，某某人是什么民族的救星哈，总统嘿都记得哈，拢会记得也要唱一条歌，唱歌拢已经哈哦都非常熟悉。他是民族的救星，他是历史的伟人哈。这个人杀了多少台湾人，他是民族的救星，他是历史的伟人。我不要讲谁啦哈，那个时候开始教育你，开始训练你，开始帮你洗脑，一直到我去年一听到台湾民政府，我听到的时候我很震撼，我很惊讶。因为我学的历史都不是这样，可是因为我是做教育训练，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哎，这个时候我要把一些固有的观念拿掉，我要听听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能够接受？我开始会去做印证。我们下一堂课的讲师哦，潘佑谦潘老师，我就常常跟他讨论。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例子，我们等一下要看这一篇，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篇？你也要从一些基本的概念着手。我们的高沙族都非常会运动，对不对？我发觉今天在座蛮多高沙族，你们都是运动健将，为什么？那也是环境啊。你们从小在山里面长大，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赛德克·巴莱》里面在演的那个电影？嚯、哦，那个日本人在介绍说，有一个哈、哦，我们打不过他，因为有一个高沙族的小朋友，他简直就不是人。他今天可以在东山，然后明天在西山，后天在南山，然后跑来跑去，以不是人的速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我们怎么打得赢他？他们可以在山里面跑，像在跑平地一样。可是他们一旦代表台湾哈，到国外去比赛，到国外去参加世界各国的比赛，他们用的是什么名称？他们用什么名称？哦 ，Chinese 台北啊，有人听到，还好没有跟我讲说中国台北哈，中华台北对不对？他们用的名称叫中华台北，为什么？啊，中华台北代表是什么意思？他今天代表台湾出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但是他用的那个国家的名称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代表什么意思？哎、欸，他今天如果是屏东选出来的代表，他就不能出去比赛了。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他是屏东的啊，他不是台北的啊，不是吗？所以他不能代表台北去比赛啊。为什么我们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都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为什么不能用台湾队？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现在如果代表我们台湾民政府出去比赛，你就是台湾队，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代表台湾民政府出去参加奥运比赛，你是台湾队。所以你要了解，现在台湾有两个当局，一个当局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一个叫台湾民政府在台湾。所以台湾民政府管什么？管台湾。那中华民国管哪里？管台北而已啦。所以离开台北，我们现在不在中华民国的范围，我们现在在台湾民政府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领土。所以台湾民政府管的比较多，还是中华民国管的比较多？当然是台湾民政府啊。所以现在台湾有两个当局。昨天秘书长在跟我们聊天，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又讲得很清楚，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以后要走的就像瑞士一样，我们是一个中立国。所以呢，刚开始要让各位知道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趁各位哈现在早上精神比较好的时候，赶快让各位了解一些基本概念。接下来再来谈到我的专业，好，因为这个是各位需要去了解的专业。所以各位现在从刚刚拉拉扎讲到现在哈，各位把那个脑袋清一清哈。我们现在要先把杯子倒空。你杯子如果没有倒空，你的杯子满的哈，还装着很多中华民国的给你一些旧的观念，
好、哦，告诉你那些民族的伟人，什么历史的什么民族的救星，历史的伟人，你还如果相信那一些，你新的东西你装不进去。你要想象一下，你现在在美国或在日本念台湾历史，我们现在教你的是正确的国际上承认的台湾历史。你在台湾念的历史是中华民国给你的历史，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骗你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你小时候在念历史，告诉你中国大陆同胞需要我们去拯救，他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是真的吗？我去中国去上课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课本很好笑，我们从来也没有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时候都有念过，告诉他们说一件衣服新的穿三年，旧的穿三年，缝缝补补再穿三年，他们很可怜，一件衣服要穿九年。那如果那个小朋友是从国小一年级，那不是穿到国中，他变什么？哦，现在最潮的，嘿，七分裤还是三分裤，嘿，因为穿不下嘛，他会长大嘛，所以他在里面一直告诉你，哈、哦，中国大陆的同胞啃树皮，哈、哦，中国大陆的同胞需要我们去拯救，中国大陆在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一直在给你洗脑灌输，一直在欺骗你，你已经被骗了这么久了，你要清醒一下，你想想看哦，你被一个诈骗集团一直骗你，骗了四十几年，你有没有被诈骗集团骗？有啦，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缴税？有啊，那你就被他骗了。你要不要缴税？你不用缴税。你为什么要缴税给中华民国？你今天住在台北，现在住在台北的哈，因为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在台北嘛，他可能可以管一小部分的台北，所以在台北的缴税哈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台湾当局嘛，在台北。那在台北以外，你都可以不用缴税。他在国际上本来就是承认他只有在台北而已啊。这个我要告诉各位哈，这是有潜力的，每一个流亡政府到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力的。法国也曾经有过流亡政府，所以法国的流亡政府，他写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韩国也有流亡政府，每一个国家都有战争。韩国流亡政府在哪里？在上海 ，Korea Shanghai, French London。所以你会发觉，流亡政府他是可以流亡的，那个国家容纳他，让他在他的城市里面设立一个流亡政府的办事处。中华民国当初流亡来台湾，我们也容纳他，让他在台北设一个办事处。他们过于就过于呢，他很过分是什么？因为他在1945年的8月以后，1946年的，好像我们那时候整个规划中华民国国籍是什么时候？各位有没有念到？我一下忘记日期，他就把我们从日本籍全部规划成为中华民国国籍，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记住哈，两个很重要的观念，这重要的观念你们要一定要记得，到世界各国都会被承认的。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美国占领我们，中华民国占领我们，也不能移转主权。他可以设立一个流亡政府在台北，但是他不能把所有的台湾人全部擅自更改国籍，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可以一直流亡，他本来要继续流亡，你知道吗？他那时候把中华民把日本，我把我们的日本籍全部改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英国、法国他们全部都反对，所以那时候哈，蒋经国有写信给他爸爸。现在好像那个世界各国要让我们继续流亡嘞，而且都跟菲律宾谈好了，他们本来要流亡到菲律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可能在马尼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老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哪里，可能要继续流亡在他们的都市，那是因为刚好遇到南北韩战争。所以这里面，我们台湾民政府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张跟我们的立场，要告诉所有的世界各国的领袖、世界各国的我们其他的这个国际上的人士，要让他们了解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什么。我们像甘地一样，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暴力哈。我们看第一个，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我们是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你希不希望你现在出去，你都可以很大声告诉人家，我是台湾人。你现在只能告诉别人什么？我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因为你拿的护照是这样嘛？啊，你拿的身份证不是也是这样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呢？不是吗？上面写中华民国啊，啊，你拿钞票也是中华民国啊，所以你用的这些，你都只能告诉人家说我是中华民国在台北，你没有办法告诉人家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们现在诉求的，
就是希望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所以回到1945年4月1日，让日本天皇继续保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因为他打赢了嘛。你有没有听过那时候蒋中正说他废除不平等条约？啊，废除不平等条约哦，他很伟大，对不对？那很好笑呢，真的笑死人。战争哈，打赢的人跟打输的人哈订条约，有哪一条是平等的？打赢的人说了算嘛？我打赢了啊，我当然是订条约，当然不平等啊。什么叫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是条约已经到期了，自动废除了。就像英国说占领那个香港99年，时间到他就要还嘛。他订不平等条约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嘛。我们现在美国总统握有台湾，没有办法，因为他打赢了嘛。我们都知道，在1945年4月那时候，台湾是代表谁参战？我们有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啊，我们代表日本啊。所以我们代表日本参战嘛，我们是战败国嘛，我们是战败国，所以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所以美国总统他应该要按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美国总统在1945年4月1日，好，那个时候日本天皇宣布台湾是日本所有的时候，我们派出参议员，派出军队，好，派出台湾的年轻人去跟日本一起打美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不能让我们移转主权，也不能让我们被流亡政府就地合法。所以当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把我们全部改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美国也是反对的，因为他只是把台湾托给中华民国代管，他没有说台湾可以全部，因为没有办法，那时候日本天皇战败了，他不能说什么。如果那时候日本天皇战胜国，他会让台湾这么轻易的就给中华民国托管吗？不会吧。然后我要告诉各位，国际局势在变，国际局势一直在变。美国，我们讲很认真的哈，我们现在要求美国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为什么美国现在会很正视这件事情？为什么美国告诉我们，你们台湾民政府就快要执政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对他有利嘛？这是很实际的一个状况。当初美国他不要让中国共产党进来台湾，所以他一定要让台湾继续保有这个自由，是一个 land of free 一个自由的国度，所以他一定要请人家托管。他怕台湾我们台湾那时候我们的自己的我们人民不够强壮，一下就被中国大陆占领了，那我们就被赤化了。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台湾一定要有人帮忙他守住台湾，所以他那时候找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个时候目前是那个时候是啊，现在已经不是了。那时候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中国国民党。所以他请中国国民党来帮忙代管台湾，守住台湾，不要让台湾被中国共产党占领。可是就在2008年，有一个总统上任之后，他开始签 ECFA， 他开始要跟中国共产党大和解，但喝大和解咖啡，他们要做好朋友。哇，这就牵涉到美国最严重的利益冲突了。台湾要变成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时候刚好我们的秘书长他又找到了法理的依据去控告美国，美国刚好看到，我可以遵照万国公法让台湾地位正常化。当初中国国民党他没有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他一直也没有办法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中国国民党可以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吗？不可以，完全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拥有领土的政府，他是一个流亡政府，他怎么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他喊得再震天价响，他再怎么喊，台湾国际地位也不会正常化了。只有台湾民政府可以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因为我们根据万国公法，我们根据国际法理。所以美国一看到，既然马英九要跟中国共产党大和解，那我就让他们大和解，让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大和解就好了，台湾不要跟他大和解，所以他把它拆开来。从那个时候，他就把台湾民政府跟中国国民党完全的区分得很清楚。中国国民党就是要准备继续流亡，
所以中华民国要流亡在台北，现在要改成流亡在哪里？流亡在平潭。各位，福建平潭那边已经盖得差不多了，各位知道吗？啊，谁在管福建平潭？各位知道吗？宋楚瑜啦，宋楚瑜在那里现在当那个管理人，嘿。啊，宋楚瑜本来就是第二代嘛，所以他就告诉那些只要哈身份证开头是零零的哈，你们都可以到那个平潭去抽房子，免费。嘿，只要是中国人，第二代都可以去那边抽房子。我们要求，我们以后台湾人不是18岁以上年轻人有身份证，好，我们也可以那个有拥有房子，对不对？他们现在在平潭也是这样，房子都盖好了。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们继续流亡，流亡到平潭，这很正常，在国际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他可不可以说，哎，他看上海这个风水不太好，他可不可以流亡到北京？可以啦。但台湾没有办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流亡，中国就中国，台湾就台湾，台湾可以流亡到那个美国吗？不可以啦。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这里面就是一个自由的领土嘛，它本来就是有一个固有的疆域嘛，台湾跟澎湖嘛，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流亡，台湾民政府不用流亡，我们就继续待在这里。所以呢，台湾民政府我们要让台湾实现国际地位的正常化，遵循万国公法，而且美国现在看得很清楚，对他有利，因为美国哈以前的敌人是日本，现在的敌人是中国，他的好朋友是日本。美日安保条约跟韩国也是都有共同的防御条约，他希望，你们来上高级班就很清楚，中国国情报告里面有告诉各位，他希望整个中国大陆的外面全部都包围起来，他把中国大陆整个包围起来，包括从印度巴基斯坦那边把整个中国大陆包围起来，让他们走不出来。我再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他一直希望成为世界主导的货币，对不对？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主导的货币？完全不可能。世界货币基金会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是类似一个法人的团体，在货币战争里面都有提到，那里面是看谁的占有率，就像一个公司在营运一样，谁的占有率高谁就有投票权。那你知道美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他们两个现在是朋友吗？在世界货币啊，他们占有的投票权就是1%就是一张票这样，他们占有几%各位知道吗？超过30%。所以日本只要挺美国，他们这两个国家就已经几乎再把这些其他世界的占1%2%的国家拉起来，他们就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他每次投票就赢。那中国大陆他想要去拉，他没有办法拉到美国跟日本，因为他想要成为自己世界主导的货币，他一定要把美金跟日元排除掉嘛。这两个30%他拿不到，那他自己有几%？我要有实力，我才有办法去投票嘛。请问一下，中国大陆有几%？各位知道吗？3%多，他怎么跟人家比？所以中国大陆就投票来讲，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的主导。世界货币的主导就是美金，就是日元，就是欧元。中国大陆再拼100年，他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也没有办法成为货币的主导。为什么？让先讲先压啦。人家先战先赢啊！在1830年之前，拿破仑战争之前，先占先赢。你只要去这个国家，你不用殖民地，我只要来台湾，我占领台湾，台湾就是我的。1830年之后，万国公法开始规定，未使先占先赢。你占了要看有厝住不？秘书长从以前到现在都告诉各位哈。台湾哈，我再请教一下各位，我们来提醒 review 一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哈。那请问一下哈，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房客的，对不对？不是哈。国宾饭店不是住在国宾饭店的房客，那国宾饭店是谁的？所有权人的嘛。那台湾有没有所有权人？有啦。台湾的所有权人是谁？日本天皇嘛。那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啦，那我处住呢？我们从1945年的4月开始，我们就有房东了。我们的房东到现在他都没有放弃他的主张哎，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哈，我们那边划送哎，然后就这样把台湾变成我们的吗？中华民国划瓦固啊，划68年呢，一个划都把台湾划成公中华民国哎，没有哎，他到国际上所有人都只承认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哪里，在台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第二条，我们就这样，我们遵守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好，把那那边有给你问哈，上面有叫旧金山和平条约，你也要修改共解吧？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哪一条讲到我们关于我们台湾的？23条的 B 哈，那你要了解一下，那什么叫做国际战争法？你敢知？莫叫人问哦，你点解就顺口的？人家你问国际战争法讲，你不要讲。来，国际战争法给我看一下嘿。我们至少跟人家这样讲，我们站在按照我们是按照国际的法理，我们现在讲法。国际战争法哈，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部分的公约，1940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跟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叫国际战争法。不用，你可以去跟后面的那个拿都可以，好，可以用 USB call， 别你爱吵个嘞。这是战争法。你了解战争法，你再跟人家讲法哈，有理哈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按照法理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嘛。你现在在台北，你就不要在那边乱了。你要去平潭就去平潭，你要去菲律宾你就去菲律宾。但是你不可能让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台湾也不可能变成中华民国。为什么？国际战争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规定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他现在做的这68年来，他都是骗你的。历史上告诉你都是骗你的，因为他违反国际法，违反万国公法，违反战争法，他违反这些法令，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所以他到每年到联合国那边大声疾呼，有一些收中华民国钱的人在那边帮忙提案，为什么提了几十年了，一点成效都没有？他提给谁看的？提给台湾人民看的，在骗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民政府到国际上，可不可以参加国际组织？可以耶，因为我们代表台湾，我们代表台湾。再回到原来的，再回到我们的那个战争法跟那个，第三个，我们不用担心，各位在这里上课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很明确的，中华民国也都知道，我们不使用暴力，我们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让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我们跟甘地一样，不会跟你抗争，不会跟你暴力什么。为什么？本来就不用跟他争嘛。为什么？今天美国派他来，美国也会送他走。你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是台湾民政府，我们要跟谁借政权？我们跟中华民国借政权吗？不是啦，我们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车牌在路上跑，也是美国要求我们，要上面摆红色车牌，下面摆白色的，让台湾的警察习惯，然后慢慢的再把白色车牌拿掉，挂红色的就好了。这些都是美国要求，所以我们接政权的时候就是跟美国接政权。各位可以期待哦，我们真的可以认真期待，当台湾跟琉球一样发行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 台湾的天就要变了。为什么？我们像琉球一样，我们可以拿着旅行证件，不用经过中华民国的海关，我们从美国那边通关，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带着这本旅行证件。世界各国都已经知道了。当这个现况发生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还继续待得下去吗？他的谎话都被拆穿了。我们真的可以期待。所以我们跟美国接政权，各位再讲一次，我们是政府。因为美国占领我们，所以我们跟美国借政权，我们不是跟中华民国借政权。我跟你讲，这个决定权哈，在美国的手上。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一下哈，那个日本哈有一个，我们现在开始了解，我们以前念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历史，都了解中华民国的那些名人哈，那个中国以前的历史的名人，我们现在了解日本哈，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将，一个武将，后来也成为一个幕府哈，叫德川家康。各位有没有听过德川家康哈？那时候哈，德川家康有人就问他，杜鹃哈，杜鹃鸟，它的啼声很好听，黄莺出谷一样，那个声音非常好听，怎么样可以让杜鹃鸟哈唱歌给我们听？那时候德川家康哈，他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哈，因为大家都在问嘛，然后很多人就会提啊，我们给他吃最好的饲料，我们帮他找老婆，我们想了很多的方法。德川家康他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你杜鹃鸟在那里哈，假设它在那个笼子里面，你去搬一张椅子坐在它下面，
这样就好了，你就会听得到他唱歌了。杜鹃鸟本来就会唱歌，只是他刚开始可能紧张，可能害怕，可能当他安静下来，或者当他看到其他的鸟，他想要唱歌的时候，他就会唱了。你强迫他，他不会唱。所以这个一样的道理哈，我们只要把自己准备好，我们把我们四千名公务员准备好，41万张身份证准备好，时间到了，我们就会执政了。那这个决定权还是在美国手上，为什么？他会根据衡量所有的国际局势。所以如果亚洲的局势越乱，北韩一天到晚要发射那什么导弹什么，对我们来讲，这个有的时候对亚洲来讲可能是一个祸害，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有利的状况。亚洲局势越乱，他就越害怕，越害怕中国，因为亚洲局势只要越乱，中国就想要出来当大头，当老大，他想要管理整个亚洲嘛。那美国不可能让他出来管理嘛，所以美国就会找像这个国民党啊、民进党，他们最厉害的嘛。每次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进党不是这样，只要一个题目出来，然后他们就会找其他的来模糊焦点。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样子？从今年年初，中华民国一直在乱呢。你现在还是敢在外面？我现在哈，我那天听到一个医生在讲哦，他一个月90餐哦，90餐哦，他只有9餐会在外面吃，因为他说人体的排毒哈，大概可以排掉1/10，所以他81餐要在家里吃，9餐要在外面吃。他说他不要当那个什么跟人家很不合群的哈，有聚餐他也是会去吃，但他只有9餐会在外面吃，为什么？因为太毒了。你现在在外面吃的东西，我们从年初开始哈，那个米哈乱七八糟，然后那个米粉里面没有米。好，然后接下来，你看到那些水果酒里面都没有水果，然后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油，看到会怕呢。那怎么会让一个国家管理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通常讲说中国大陆很多黑心食品，那台湾呢？不遑多让，为什么？台湾也是被中国大陆赤化了嘛？这么久那么久的思想改造，让那些商人都已经蒙着良心。人家在国外商人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业，在台湾呢，在中国大陆呢，士农工商，为什么？商人是最低下的，无商不奸。好，这题目拉回来哈，我要告诉各位，所以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流亡民中华民国政府他的推动的事务，我们不合作也不配合，不合作也不配合，不跟他抗争，但是我们不合作也不配合，慢慢的。你会发觉我们的主导权就越来越强。好，这里面很清楚让各位知道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接下来我要让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自己就是一座宝藏。但我们自己就是一座宝藏，我们现在先，你会花一辈子的时间，你会穷极一生啊，你想要去了解别人，认识别人，对不对？我去新加坡上课，我去美国上课，老师通常就会发第一张问卷给我们，你上这堂课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这堂课的目的，我都会说，我想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要先了解自己在哪里，了解你自己这辈子的功课。好，这个就有点讲到佛法这样，因为小弟对佛法又有一些研究了哈。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我们一辈子就想要去度别人，结果呢，花了一辈子时间在度别人，结果自己没有度到，哎，你会发觉迷的时候哈，老师在度你；悟的时候哈，自己度自己。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啊，这是国外哈，在美国的那个加州的心理学系跟伯克莱大学的统计学系，他花了25年的时间去把人哈从出生下来以后他们会有的一些人格特质，好，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跟各位谈，让各位去了解，自己可以去判断自己是哪一个。我们这辈子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什么？了解自己的优点。一个人如果优点够大，他盖过所有的缺点，大家会看到你的优点。那一个人如果缺点够大，盖过所有的优点，人家只看到你的缺点。了解自己就是可以展现自己的优点，好，弥补自己的缺点。来，我们先进到那个圈圈里面哈，很有趣哈。他们把人哈分为这五种，啊，都刚好哈跟那个动物都很贴近，很相像。你会发觉那些动物真的就跟人很接近，很相像。为什么？什么叫无尾熊？什么叫无尾熊？各位都，我一讲你就想到无尾熊的样子嘛。无尾熊一天到晚在哪一棵树上？尤加利树上，对不对？他这辈子就是抱着尤加利树而活嘛，所以他最主要的那个栖息地就是那棵尤加利树嘛。啊，你看无尾熊都很可爱，对不对？你到澳洲去玩，我到澳洲去玩，他所有的那个无尾熊都可以让你夹在小拇指这样带回来台湾。所以无尾熊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但是无尾熊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比较走不出去。
那无尾熊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感性、比较重过程的人。感性重过程，你怎么样让他自己知道？怎么样知道自己感不感性？好，你可以问自己哈，你可以在座开始问自己，问你们两个题目，你们自己哈直接回答，不要去想。我问各位哈，今天你们自己写答案了哈，等一下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今天你如果哈回到我们现在先回到自己小朋友的时候，三岁定八十，回到三岁的时候，撒回。好，你去想一下哈，你跟你的好朋友出去玩，去公园玩，跟好朋友出去公园玩哦。我等一下讲了，你自己直接写答案哦，你不要自己胡思乱想，这样想不出来答案哦。你跟小朋友，跟你的好朋友去公园玩，三岁的玩伴，小朋友不要告诉我说哈，有很多人就开始告诉我说啊，那个我没有办法回想，你回想用直觉回答，直觉。结果呢，你跑去上厕所，出来之后你发觉你的同伴哈。他在远远的地方跟人家起冲突，快打起来。两个他跟一样年纪的同伴在吵架。你那时候第一个哈，因为你的好朋友嘛，可能是你的姐妹、你的兄弟，你第一个你会冲过去帮忙，好，你就写下来，我会冲过去帮忙，或者是我会走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用跑的还是用走的？好，用跑的你就写用跑的，用走的就写用走的，好。好，第二个一样哦，回到三岁的时候哦。哦、我这个是其实它这是美国用电脑问卷、啊、问卷很繁复，我只是把它简化、哦、用两个问题大略上准、啊哦、不是绝对准，因为每个人会有主人格特质跟副的人格特质，会有工作上的、感情上的、哦、学业上的任何的不同的人格特质，但是你至少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嘛、哦、第二个你一样哦，上幼稚园老师教你一个玩一个新的游戏，你从来没有玩过新的游戏，新游戏哦，老师讲解完了，你要下去玩那个游戏，你会想要赢还是想要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想要赢的就写赢，想要了解游戏，再听老师第一遍听的不是很清楚，想要再听老师再讲解一遍，知道怎么玩游戏的，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呐、啊。有些人哈、哦、都会想，我还遇到过人家告诉我哈、哦，不行啊，我想要赢啊，我要赢那个游戏啊，但是我也想要再了解老师。讲的我再听清楚啊，这样我才知道怎么赢啊。好、哦，那个就叫变色龙。台湾最多变色龙，所以台湾这400年来可以遇到、哦、很多人的统治、哦、可以这样屹立不摇，因为台湾人最会随波逐流。但是台湾人、哦、也这样也不太好，因为中国国民党来就说中国国民党的好、哦、因为当了很多18%的公务人员嘛、哦、然后那个西班牙人来就说西班牙人好，荷兰人来就说荷兰人很好，所以我们都不会死光光。我们不会这样子哈、哦，跌高挂赛多跟他拼到死嘿，但是呢，我们也比较没有原则。好处在哪里？你会看到中国的台湾的中小企业最多，几卡破一星就全世界跑，但是一天到晚也有中小企业在倒，有好有不好。台湾没有办法像日本的大型企业，你知道日本最多什么？日本最多什么？各位猜，日本最多猫头鹰。这个哈，我告诉各位哈，每一个国家民族性哈，也跟它的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海岛型的国家本来生存就比较条件比较困难，哈，有的地方物产丰饶，有的地方没有什么物产，所以海岛型的国家变色龙本来就比较多。变色龙呢，它最大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所以它生存能力非常的强。变色龙是杂食性的动物。变色龙有时候哈，你跟变色龙很好玩哦，它跟老虎在一起就很像老虎，它跟无尾熊在一起就很像无尾熊，它跟孔雀在一起，所以变色龙你会发觉，你跟他在聊的时候，他会常常会跟你讲一句话，哎、欸，我跟你很像哎、欸，你会常常看你在跟人家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我跟你很像哎、欸，那个人哈很有可能是变色龙，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跟每个人都很像，他跟每个人都是好朋友，哎、欸，这是变色龙最大的困扰啊，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我有一个女儿是变色龙，她每次齁、这个、他们都会看我的录影嘛，她说宝宝你不要在上课讲我们啊哈，没有办法，我知道我别人不能提，我知道提自己的女儿嘛哈。我从那个国小一年级开始问她我的志愿，她每年都不一样，嘿我就跟她讲说、欸、小人立长志哦，君子小人那个常立志，君子立长志哦，你要想清楚你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她说可是每年的想法都不一样，新年都有新的希望，所以她每年的志愿都会不一样。所谓的志愿是什么？
像我想当老师，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改变过。我很喜欢在台上把我学到的，在我在国外学到的跟大家分享，没有钱都没有关系。我就很喜欢分享，我喜欢当老师。好，我喜欢把我学的、我做的经验，把我怎么样成长的，各位很难想象，我可以这样子，我可以一年哈，透过自己的双手这样哈，没有透过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样，一年可以赚八九百万，但是也可以一年赔掉好几千万。欸、各位记不记得哈？那个中国移动那时候说要跟远传啊要签合作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研究那个诶、台湾的期货，所以呢那天我就刚好看它跌到很低点，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多单，哈，买了几张多单啊，不是一张了哈，哎、买了第二天涨停板，哇、哦，好高兴啊、哦！一张多单一天哈、哦、就赚16万一张哦，成本大概7-8万就赚16万。然后买10张就赚160万，哇，好高兴啊！然后我就去看中华，不是那个台湾期货的历史，从来没有连续两天涨停的。所以呢，我就在涨停那天就把它卖掉，获利了结。哦，那天跟我老婆好高兴，又叫又跳，真的真的永远都记得。哇，那个真的很感谢那个远传跟中国移动放那么利多的消息。第二天呢，一开盘又涨停，台湾的期货从来没有连两天涨停。就第二天我们两个就开始懊恼了，哇，第二天又涨停，没有关系，我们要趁胜追击，反正有赚嘛。第二天涨停，它不可能再继续涨，所以今天涨停一定会打开。好、哦，已经涨了800点了嘛，所以呢，我们当下就决定把它打空单。啊，是呀、啊，涨停又锁死，死到中场，锁到中场，本来哈、哦、赚160万，结果第二天赔320万，倒赔。想说第三天呢，总不会再一直涨吧？第三天又涨了300点，它连续三天就涨了1000多点，一个利多消息涨了1000多点，这有人刻意在炒作嘛？就我们赚了第一波，然后赔了第二波、第三波。啊，那个哈，这个都是自己的经验，你的经验你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好像上天堂，然后第二天好像下到地狱这样，跟我老婆这样还不足咖啡戏这样还，那个都是经验。你没有去经验过，你就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我在上课这么多的经验，这样去学，我们一直在做研讨 seminar 哈，就是跟那个所有的学员在做 seminar， 所以我对人格特质我会非常了解，我甚至看的我就知道你大概什么人格特质，那是职业的敏感度。做这样的练习已经超过20-30年了，我在跟你聊天的过程，看了你讲话的 tempo， 好，甚至了解你原生家庭，聊几句话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怎么样跟你聊。你如果会切换频道哈。切到同样的频道，你如果今天要听那个 FM96.3 要听音乐，你如果打开 FM94.3 你听得到音乐吗？不会，你会听到警广交通网、哦、你会听到跟你路况报道，所以你要同频，你切到一样都是中广的频道你才听得到音乐。所以人跟人间沟通一样，我们要切回同样的频道，那、啊、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在哪一个频道。那刚刚好选好，我会直接跑去帮忙，然后我也想要了解老师的，再讲一遍哈，再讲的清楚一点。那个就是吴伟雄，吴伟雄很感性，吴伟雄非常感性。然后吴伟雄呢，他也很重过程，所以呢，他很多事情哈，他会讲啊，他会告诉你，感觉不对不用谈，现在感觉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老虎就会很困惑。我们现在跟你，我在跟你谈事情，你在跟我谈感觉。所以老虎跟吴伟雄完全互补，你看吴伟雄跟老虎他们是互补的，一个是感性重过程，一个是理性重结果。所以你上次在沟通的过程里面，你如果觉得说啊，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跟我谈事情，那个就是比较感性的人，不是孔雀就是吴伟雄。啊，你理性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为什么心情不好就不能谈事情？我现在跟你谈事情跟心情不好有什么关系？谈事情归谈事情嘛，心情不好归心情不好嘛。啊，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啊，他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哈，他现在情绪不好，他就不跟你谈。这就是人格特质嘛，你没有办法了解，他从小就这样，这是他这辈子要学的功课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对很多事情会很细腻、很敏感。我老婆刚好是老虎，夫妻之间常常就是互补的啊，他常会跟我讲说我在跟你谈事情。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感觉不对，你不要跟我谈，等到我感觉好一点，现在心情不好，他就会抓着我，哈，面对着我，我现在跟你谈这件事情而已，
弹完就没事了，我就会狠狠的瞪着他，我会告诉他说，我现在就没感觉嘛，你跟我谈什么事情我都听不下去嘛，你等我等我心情比较好，你再讲我都听得进去嘛。他没有办法理解、欸。你会不会常常遇到这样子？哎，这两朵鞋，那五下面我啊盖公干那样，我跟他讲到这样，他都没有办法了解我说的话。我跟他讲的，我跟他讲的是外星话吗？我们为什么频率对不起来？在我没有学这个之前，我不知道哎、欸。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一样。他说他学了之后，他才知道他怎么跟他儿子沟通。他是一个非常理性重过程的人。然后呢，他每次跟他儿子沟通哦，他就觉得哈、哦、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他觉得他儿子完全没有办法理，因为大概儿子都不一样的哈。其实你会发觉，像老虎的哈，老虎基本上来讲，他们是很理性、很重结果的，所以他们的行动力非常的强，非常的强。在一个单位里面哈，如果里面有老虎，你会觉得那里面充满活力，他会对很多事情这样想到就去做，甚至没有想到他会先做，他就属于那种冲动型的，做了再说。所以。当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比较容易受到人家的影响。老虎比较容易受到人家的影响，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我们再回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对不对？老虎都会这样子，反正交代给我任务，我就要把事情做对就好了。结果他叫你去杀人，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对呀、啊。好，今天中华民国就是这样骗你的，他就告诉你中华民国、哦、在台湾，所以你要把事情做对，你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们要让联合国了解中华民国在台湾。他叫你要把事情做对，你就一直拼命为他冲，跑到联合国去发声。我们很多高沙族也跑到联合国去发声啊，为中华民国发声啊，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我们要加入中华，要加入世界联合国，有没有办法？他一刚开始就告诉你错的啦。所以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如果事情一开始就是错的嘞，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啦。你事情是对的，你一直做下去才会有结果啊。你如果事情是错的，你就把事情最后再做对的，它会有结果吗？没有结果啦。就像中华民国在台湾，他告诉你叫你去世界联合国去发声，他刚开始是错的，做到最后你做对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好啦好啦，你讲的对啦，嘿啊，中华民国可不可以在台湾？还是不行啊？为什么？一开始就错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如果告诉你，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平潭，告诉你哈，哎、哦啊，你这样很认真的，老虎就拼命帮他冲，嘿，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平潭，他要怎么到平潭？在平潭盖房子，好，帮他们建立法规、建立制度，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平潭，这样会不会罪？这样会不会有没有结果？比较容易有结果啦，为什么？因为这是对的事情嘛，流亡政府本来就可以流亡来流亡去。他如果告诉你，好，台湾现在台湾哦，要流亡到那个俄罗斯，不可能啊！你再怎么努力帮他拼，把台湾整个拼到俄罗斯去，最后台湾还是要回来台湾，为什么？因为他是错的嘛。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很简单的逻辑概念。下一堂课我们潘老师已经来了哈，你就会了解他的逻辑辩证的那个思路非常的清楚，我都很多地方还在跟他学。所以你会了解到说他讲的内容会更精彩哈。我告诉各位哈，你的逻辑观念如果不清楚，你就只是在哈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把事情做对而已，你不会做对的事情。你来到这里现在就在做对的事情，各位了解吗？你要继续对下去才会有结果。你要开始告诉大家，台湾民政府在台湾，台湾民政府以后是台湾唯一的合法的哦、台湾当局，台湾民政府以后是唯一的合法的台湾当局，这样才做对的事情，才会有结果。所以当你如果了解你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你就要有人帮你踩刹车，你很会踩油门，你老虎最希望那个车子上面没有刹车，只要油门一路踩到底，台北一踩油门就不用踩刹车，直接冲到高雄去，嘿，这老虎最快乐的事情。可是老虎通常也只有三招，武松打虎，老虎就只有三招。那三招过了以后，老虎就会很紧张。虽然他是一个人，哦，这个人把我的步数都看那么清楚，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很好的互补嘛，哈、哦。他是一只大老虎，
当我希望他行动的时候，我只要挑一个对的事情让他去冲，他冲前面，我们全家都和乐融融，因为他速度最快。你知道他就会把家里打扫井井有条。就是我们要会去领导，要会去用人，要会掩盖自己的缺点，发扬别人的优点，发扬自己的优点。那我们的优点是什么？像我们在家，我们就是不一样，人家是那个慈母严父，对不对？我们家刚好颠倒，我们是严母慈父。我就会找时间跟我小朋友讲故事，就会聊很多的故事。我就会在车上啊，礼拜六早上啊，就会讲，他们都会讲，爸爸讲故事，一般都是讲妈妈讲故事，他爸爸讲故事，爸爸的故事很多，我看到了我就会去讲，我就讲很多故事给他们听。你要发挥自己的优点，我通常那个故事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到我手里面，我就会把它讲得很丰富。那是每个人的优点嘛，那是无尾熊的优点。我们来看每个人的优点，你先了解自己是谁，再了解自己的优点。那老虎就是这样，他理性重结果，行动力很强，在业务上面他就说了就说做了，有时候做了才会说啦，好啊，一说就去做，就是冲冲冲，不是点火机哦，他就是一路冲冲冲，真的就是非常行动力超强，这是老虎。但是呢，老虎也最容易哈，三分钟热度，很容易软啦。为什么？他要马上看到结果，所以他看得到的是今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一个礼拜的事情。你刚才讲说我们来定年度计划，他马上软一半给你看。为什么？年度计划太远了，他年底想不到，年初想不到年底啦。所以呢，猫头鹰啊、无尾熊啊，帮老虎定计划，老虎阶段性的一个礼拜冲到啊，给他一个奖励。所以为什么奖励有分很多奖励？有长期的奖励、短期的奖励。哎，那比如说短期的奖励啊，你就可以开始，你老婆喜欢什么？像我太太就喜欢吃甜的嘛，哦，她短期做到了，给她奖励就买甜食给她吃，哦，她觉得很高兴，哎，接下来继续冲。所以要有短期的奖励，老虎会看短期的奖励，可是猫头鹰呢？你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一本书叫做《先别急着吃棉花糖》？谁吃了我的棉花糖？你想想看哦，那本书里面就提到哦，提到很清楚哦，有一群小朋友。很残忍呢，找一群小朋友做实验，大概都七八岁。那小朋友呢，把他们哈每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告诉小朋友哦，很简单哦，我现在给你一颗棉花糖，你可以选择把它吃掉，哈，也可以选择留着。如果你留了20分钟，我就会给你一颗的两倍。好啊，就十几个房间小朋友在测试，也就是哈，这小朋友如果忍一个小时，他有几颗棉花糖，你知道吗？一二四八，就有几颗？一二四八，哎，15颗。所以他只要一个小时没有吃棉花糖，桌上就有15颗棉花糖。桌上。可是问题是，小朋友看到棉花糖漂亮的粉红色，这么诱人又这么香甜，冻北掉。哎，我先吃这一颗，下一颗我再留着。可是20分钟来的那一颗以后，上课吃了已经忘记了，很好吃，他只记得非常好吃的印象，再吃掉。所以那里面呢，真正只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做完一天的测试，八个小时啊、哦，只有一个小朋友桌上堆了跟山一样的棉花糖。你想想看嘛，1、2、4、8、16、32、64、128，他两个小时之后，桌上就已经一个小山了。他8个小时后，那个整个房间里面都是棉花糖，车子装不下。所有的小朋友都很羡慕他，因为所有小朋友都把棉花糖吃掉了，一次吃一颗嘛，1个小时3颗，8个小时也不过24颗，差不多一包，他哪受得了啊？吃的还是越吃越饿。结果那小朋友他因为他忍耐，他知道他可以有整座，他回家里面他一辈子都吃不完的棉花糖。猫头鹰哈，他是理性重过程，所以你可以跟他定他的3年目标、5年目标、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我们在治理国家也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有猫头鹰可以定立长期的目标，要有老虎可以冲刺短期的目标。整个国家哈，如果所有的公务员，我们以后都是国家的公仆，我们这些公务员都能够齐心为国家做事，像新加坡一样，我们的国家会不富强吗？给你们的薪水都比现在的公务员高好几倍，让你们真正为国家做事情，为国家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问题哦，解决问题。你贪污死刑，犯法一样鞭刑。当你学会了以后，你当政务官，你会去领导别人，你会去运用这些人。他有人帮你定长期目标，有人帮你冲刺短期目标，有人帮你做公关，有人帮你做幕僚。你的团队里面如果有这四种人格特质，你会很轻松。大家都会帮你面面俱到，因为有些人就是看不到那个点，有些人就是对那个点他就特别注意。我印象很深刻哈，有一次陈水扁在台北市办那个万人拔河，对不对？你觉得有人拔河拔到手断了？那些都可以避免掉。那些如果他的幕僚、他的猫头鹰如果够详细去计划那些细节，不会让绳子把人的手打断，造成那么严重的事件。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教人格特质，如果这里面有猫头鹰去精准的计划，所以你会发觉每一个人格特质都有它的优点，每一个人格特质也有它的缺点。你不要想要去试着去了解别人，因为他的优点你永远没有办法去 match， 但是你可以发扬自己的优点。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你到底是什么。我刚刚讲了哈，你跑的，你用跑过去的哈，然后你，那个想要了解那个游戏过程，这个叫无尾熊。那猫头鹰呢？它永远都是理性的，而且它很重过程，所以它不会去帮忙打。无尾熊会这样子：今天是我的朋友，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不管对或错。无尾熊也一样啊，他会挺你挺到底。挺到底，他会为朋友两肋插刀，嘿，自己先死哈。这是无尾熊，猫头鹰不会。猫头鹰永远都冷静，他冷静到哈，他就算哈再穷，他都有一笔安全存款。那个是人家不知道，他不能动用的。我有个朋友一样会跟人家做生意啊，好，比如说他有一千万，他一样会做生意，可是他永远都那一百万呢，是他绝对不能动的。所以大家每次哈，他只要投资到九百万，他就跟人家讲说：“我没钱了，我已经全部都没钱了。”他明明还有一百万哦。我全部都没有了，我半毛钱都没有了，因为他一百万，他不把一百万当钱，因为一百万是他的安全存款，是不能动的，那是他要养老或怎么样的嘿，所以他会有这样。猫头鹰是非常理性的，所以猫头鹰呢，他是走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帮忙打，他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嘿，叫警察来处理，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牺牲冒险奉献嘿，所以他猫头鹰在这个社会上，他会把自己管理得很好。没有对或错哦，观念没有对或错，结果不同而已。猫头鹰把自己管理得很好，这个国家才能够正常的运转。你不要觉得猫头鹰很冷血哦，觉得猫头鹰很无情哦，不会耶，他们一样也会啊，他们会有限度的释放他们的热情，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像无尾熊或者像孔雀、像老虎这样热情热力，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去夜店啊、疯狂啊、狂欢啊，他不会，他时间到他就要上床睡觉。时间到他就要起床，他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猫头鹰他会不习惯哈那种惊喜啊、意外啊。你不要给我惊喜，不要给我意外，你不要突然跟我求婚。你可以告诉我，你三年之后打算要跟我结婚，好，你两年之后要跟我求婚，然后你要在哪里跟我求婚，让我完全感觉到安全。猫头鹰需要有安全感，他喜欢什么事情都能够在他的掌控之中。老虎呢？我刚刚讲。老虎呢，他也是走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只要一玩游戏，他就一定要赢。他想要拿第一，永远都想要拿第一。所以老虎是很理性，很重结果。所以老虎的个性很好抓，老虎没有隔夜仇。人家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对谁说的？谁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猫头鹰跟无尾熊，重过程的人。啊好啊，你给我记咧，无要紧，小都会丢，嘿，伊就甲你讲小都会丢，不管三年五年，我拢会记掉掉，嘿。孔雀等一下再讲，嘿。孔雀是这个国家，有的时候这个国家需要这个热情热力哈，嘿，很感谢大家，表示大家都很认真，上到目前为止这么认真在听，还会问我孔雀，嘿，那孔雀如果没有讲没关系，下个礼拜再来上初级班啊，下个礼拜继续哈，我们先讲老虎。所以老虎他没有隔夜仇，你跟老虎在交朋友很简单，老虎也喜欢哈，这种就是比较刺激的活动，嘿，高空弹跳啦，哈，然后那种比较，反正老虎就喜欢刺激嘛，嘿，飙车啦什么哈，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快感，喜欢那种速度感，
他们喜欢那种嘿，所以哈、哦，我每次跟我老婆看片子、哦、我们挑的片子都不一样，因为我回家很累嘛，我喜欢看笑料片，她不喜欢，她喜欢看那种动作片、刺激冒险的，越快越好。然后那种、哦、推理悬疑这样、哦、很紧张、很紧凑，她很认真去想的。她说那种节奏越快的哈、哦，她会越专注。啊，很好笑啊、哦！我跟她看那个爱情片哦，她就在旁边这样打呼嘿。哭呼的很大声，我正有 feel 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在旁边打呼那样，不是很没有 feel 吗？我们去看电影就会这样啊，看文艺片啊，这样他可以看到睡着，然后看动作片，哦，他比我还激动那样，哦哈哈，这边嘿就老贼嘞嘿，这是老虎就这样，他就喜欢刺激、冒险、活动力强。好、哦，我们台湾比较多变色龙啊，哦，你要讲孔雀，等一下再讲，吊各位的胃口。台湾比较多变色龙，变色龙我们要怎么用它？变色龙基本上来讲，你要告诉他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变色龙你要多去恐吓他，因为变色龙有的时候他就没有原则嘛，他会觉得哎呀，当白手套也没关系，不要被抓就好了。这很可怜的、欸，他当我们台湾的公务员，我们现在以后就这样子，他当白手套就哎、欸、被鞭哦、喔，甚至唯一死刑哦、喔。所以变色龙有的时候他比较没有那个标准的那个价值观，他没有明确的价值观，他会随着环境。随着这个树木，随着这个土地就变颜色了，真的、啊。所以我遇到很多变色龙哈，你永远不知道它是蓝色还绿色的，真的。因为它在蓝色面前，它就比你还像蓝色；它在绿色面前，它比你还像绿色。我搞不清楚。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说：“哎，你昨天不是在那个？”他说：“啊，那是在他们面前要装装样子这样。”所以他永远让你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颜色，他不知道啊。变色龙他会知道说他现在到树旁边他变绿色了吗？不会啦，他自动变色 automatic 你知道吗？自动。所以变色龙他自动变色，他没有办法。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很有趣的例子。有一只蝎子哈，有一只蝎子啊，他要过河，然后呢他东看西看没有船，他看到一只乌龟，他说乌龟大哥你可不可以载我过河？乌龟说不行不行，你是蝎子，一蜇我就死了。你这么毒那么强。他说：“乌龟大哥，你想想看嘛，你载我过河，我们两个在同一条船上，哎，我如果蜇你，然后你死了，我不是也死了，对不对？两个都一起死嘛。我怎么可能在河中间蜇你？要么也是过河以后再蜇你。我过河以后，我就过河，我就要走了啊。你可以赶快离开啊，哈，没有你载我到一半，剩一点点，我自己跳水过去啊，哈。”乌龟想想也有道理，说：“好吧，那你就上来吧，你不能蜇我。”他说：“不会。”啊，结果到了河中间，才走了没多久，乌龟一阵剧痛，然后开始头脑意识模糊。他说：“你为什么蜇我？”然后蝎子说：“我也知道我会死啊，可是这是我的本能啊，我也不愿意啊，我百般的不愿意，可是我还是蜇了你啊，因为他的本能就是会变颜色嘛。”你懂我意思啊？他也百般的不愿意啊，他也希望他可以像老虎、无尾熊、孔雀、猫头鹰比较有明确的人格特质，可是他不得已啊。他今天到蓝色里面，他一定变蓝色；到绿色里面，一定变绿色。他真的是不得已，但是他的本能，这叫我们人的动物本能，你知道吗？就像男生哈，我昨天在跟一个朋友在聊，男生哈，为什么男人喜欢三妻四妾？为什么男人喜欢拈花惹草？为什么？很讨厌的。为什么男人就不能哈这样有点原则？哦、就守着他的老婆到终老，为什么男人喜欢这样子？这是老天爷设在男人身体的基因密码。那男人很可怜的地方，因为男人就是有想要拓展领域、哦、像狮子啊，像老虎要拓展领域，他要很多的这个传宗接代的对象，然后不同的小朋友出来这样，嘿，所以男人喜欢这样子一夫多妻。但是有没有办法克服？有啦，都一定有方法，所有事情都有方法。好、哦，不要找借口。这个事情一定都有方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那段时间动物的本能，但是你会慢慢的透过修炼。所以为什么要修炼？修炼你就会慢慢了解到，有些事情比那个拓展动物本能更重要。你会有更重要的，哈、哦，然后更不急的事情。我们在时间管理上面，我常常在讲优先顺序，优先顺序。什么叫优先顺序？就是你很多事情重要不急的事情，你要先做。你们现在上完课，你最重要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回去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
沉淀，没错。很多人哈，像老虎啊，他回去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告知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呢，一网打尽，结果不是，全部死光光。因为他讲的不清不楚，他的朋友死的不明不白，都跟你讲足好的啦，台湾被换政府啦，那有可能？台湾要变天了啦！嘿，中华民国被造啊啦！中华民国被造了啊！你讲啊，你讲的热血愤慨，然后讲的慷慨激昂，结果呢，朋友都死的不明不白。为什么？因为你讲的不清不楚嘛。你回去最重要的事情哦，要像猫头鹰一样，猫头鹰回去一定会先搞懂《新台湾论》，认真的从头看到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哈？还有一个哈，我现在又讲到孔雀了。孔雀也一样啊，孔雀跟老虎回去就会让他朋友死一片，因为孔雀也是一样，孔雀呢他会冲过去帮忙啊，但是呢遇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也先跳灶，他不会帮忙往死里打，你知道吗？无尾熊会两肋插刀，比如说去帮忙朋友打，结果朋友跑了，他还在那边继续打，嘿，结果死的是他，他朋友没事。那孔雀不是啊，孔雀边打他会边东看西看。有危险，我先跳灶。然后孔雀他一样很重结果，他也要赢。孔雀的代表人物是克林顿，美国最多孔雀。好，哪一个国家最多老虎？各位知道吗？德国。所以那时候希特勒跟德国人民讲，德国人民会很盲从，就一路帮忙打，要征服全世界。你知道在德国很有趣哦，德国他们也学了这个美国教的人格特质哈，德国回去以后，他们就用在他们的公共厕所，因为德国人很多老虎嘛。那老虎他要有目标，他没有目标哈，他就没有办法瞄准。通常哈，我们在射击练习是 ready fire， ready aim fire， 瞄准啊，准备瞄准再射击，对不对？那德国人不一样，他是 ready fire， 然后 aim， 他准备好。所以呢，德国的公共厕所很脏。地上全部都是尿渍，因为那些男生就会乱尿，到处乱喷，没有目标嘛。所以他们研究完人格特质以后，他们在马桶的那个尿尿的那个沟盖那边，然后放了一只苍蝇，点了一只苍蝇在那里，就是一只黑色的苍蝇。从此以后，他们就不会乱尿了，因为德国人就会看到那个有一只苍蝇，就会想去射它，因为尿尿就对准去射它，想要把它射下来。明明射不下来可是他们就会去射它。真的，台湾现在很多公共厕所，男生那边也有苍蝇了。真的，我会发觉只要是老虎，就不自觉就去瞄准那只苍蝇射。那只苍蝇还射在右上角，或是在左上角，不是射在中间哦。你不能射在中间，中间它不会去射，它喜欢有挑战性的。左上角、右上角，它就去瞄准那个地方射，要稍微有点高一点这样。我有去观察过台北市的那个厕所，有男生这样我就去观察，真的，只要是老虎，它就会瞄准那只苍蝇，它想尽办法要把它射下来。明明是假的，可它有目标。所以这是老虎，这我讲的是真的啦哈。然后呢，我的时间快要不够了，剩五分钟。我们就算不能准时开始，我们要准时结束，这讲是最重要的哈。然后呢，我最后讲孔雀。孔雀很简单讲哈，孔雀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到一个陌生环境，它可以迅速的认识每一个人，它可以跟每个人都很熟。你会发觉到这里来孔雀它就这样子跟大家都很熟，可是离开以后呢，你会问他说：“哎，你在上课，你好像认识很多人。”他说：“没有啊，都没认识的。”他可以跟每个人哈拉，然后跟每个人都不熟，他可以迅速认识每一个陌生人，所以孔雀非常适合做外交、做公关。他会把场子很热，场子真的很热，当下，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回来以后，他就把他事情做，他把它当做一份工作嘛。孔雀也会很容易这样子会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克林顿才会这样子啊，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跟路人司机怎么样，然后最后录影带罪证俱全，他说啊，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他可以昨天打死不承认，然后今天马上，就像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富卫香老板一样，他不是前一天打死不承认吗？我们从来没有，我们所有的棉籽油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然后到第二天他说。对，我犯了大家都会犯的错。我跟那个大统长记一样，我有加棉籽油在芝麻油里面。这孔雀会做的事情，他会做过以后马上就忘记，所以他不承认。然后真的人证物证俱在的时候，我有做过啊，对不起，他会认错。
所以他可以继续当总统，很厉害哦。到现在哈、哦，还常常到各国去演讲。你知道克林顿到每一个国家去演讲，一场演讲$100万，大家还去请他、欸。为什么？因为当过8年的美国总统，谁管他跟路恩斯基怎么样啊？这就是孔雀，所以很多孔雀会移民到美国去追寻美国梦。孔雀有孔雀的优点，但是你跟孔雀在一起哈，你要比较自己有心理准备，因为你常常会受伤，因为孔雀它会不自觉的哈，因为它就是这样花枝招展，它会不自觉的就刻意忽略你，它会把你当作不存在。你会离开以后说：“哎、欸，我是你的好朋友、欸，你刚刚到那边你都不理我。”他说：“有吗？我有不理你吗？我现在不是又理你了？”嘿所以孔雀会这样子，它会让你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哈、哦，这是孔雀，啊、哦，但是孔雀它也很会认错。讲到认错哈，我们最后哈给各位看一个投影片，那个 Ho'oponopono 最后一个投影片来做一个 ending， 这个对我来讲很有效，送给各位，啊、哦，常常记得这四句话。回去以后先沉淀呐、啊，不要马上就急着冲出去嘿。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新台湾论》看完，讲话比较有内容。如果你不认识哈 Ho'oponopono 哈，你今天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治疗师。这个治疗师哈，他没有去一个精神病院，那个精神病院本来已经快倒，然后大家都已经哈，连那个医生都快变精神病了。他还没有到那精神病院，他就在外面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他把那精神病院整个都改观了，他就只是一个用一个冥想。好、哦，它叫人生清理法。好、哦，这本书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我们拉到最下面，拉到最下面。它这本书叫《零极限》。好、哦，《零极限》它有五本书哈、哦，它用完整清晰的脉络介绍这道人生清理法，长时间去做，慢慢的去做，一定会有效。四句话而已，很简单。我现在念给各位听，各位就可以把它抄起来。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很简单，你把往上拉，往上拉，看那四句话。你可以看零极限哦，他非常很多的人都被这样治愈了哈、哦。因为我们跟自己内在的小孩，每个人哈、哦，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功课。Ho'oponopono 是夏威夷的一个人生清理法的一个疗法，他讲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很多人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这四句话该如何在生活中各种面向发挥效果，在里面都有写到，有非常详尽的解说。经由大家经验分享，我们看到了 Ho'oponopono 不断创造出奇迹、哦、跟小孩子连结、哦、去治疗一些精神病患。为什么这些话会有这么 magic power、哦，你用了你才知道，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很简单的四句话，但很多时候因为你相信，对不起，请原谅我，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在上帝的面前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我本来要配上音乐、啊、配上绿钢琴的音乐，花一点时间、啊、用比较有磁性感性的声音、啊、因为这个以前在广播电台有主持过节目嘛、啊、所以用比较感性的声音帮各位输入这些 Ho'oponopono 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字句、啊、让各位可以输入你的潜意识、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呢只能用很简单告诉各位，常常念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之中开始越来越多好事发生。从现在开始，因为你来到这里，越来越多的好事，因为你在对的方向，在对的路上，在做对的事情，你就会看到好的结果。也祝福各位哈，将来在台湾民政府都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的一片天，能够为我们的未来的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让他们有梦想，有未来，让他们活在正确的，啊，让他们活在清楚的、啊明白的历史之中。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请问蓝日新先生在吗？蓝日新先生。